大家好，欢迎偷偷的 Tomato Studio 啊，直筒啊。咁咧今日玩咩游戏咧？冇错，这个就勇者神域啦。呢、这个就系传说中小男帽嘅嗰只 game 啦，勇者神域啦。咁见到我有568粒红晶呢个位，呢、这个红晶就系呢个等于呢啲类似魔法石咁样啦。咁至于点解我咁多粒啦，咁就因为我有300粒系小男帽俾我嘅。咁另外就200多粒就我自己儲翻嚟噶啦，因為我冇乜點抽過，大家睇我背包，其實我冇乜點抽過，下面嗰啲全好多都係黑市商店啦，或者嗰啲唔知乜叉嘢召喚券抽翻嚟嘅，我好少用紅晶去抽啦，用紅晶抽好似抽過3-4次到啫，只係咁。而家做啲咩咧？咁而家呢個就嚟完啦，呢、這個火鴨啊！咁喺佢完之前，就睇下我抽唔抽到啲好嘢啦。咁乜嘢係好嘢啦？就例如呢個諸葛亮啦，另外就例如呢個悟空啦，係咪先？咁啦，我就好唔開心嘅係，我竟然拆緊招待嗰陣時啦，竟然俾我拆到一個孫悟空嘅一個像一個 account， 咁我就好傷心，所以就睇下。看看我現在這個正身 account 抽不抽到這個孫悟空了。那我有568粒石，我抽多少抽啦？我抽15抽而已，即是我不會用完那麼多粒石的，15抽大概是450粒石啦，是不是30粒，是的，450粒石，那我就抽了，抽。那呢，那人說呢，其實呢，你按實個注入能量的時候呢，你看看它那粒石頭上面，這個石頭呢閃多少下呢，就代表你會抽到多少粒星的勇者啦，或者碎片的，即如果它閃得越多下，就代表你抽得越多的碎片咯。我們看多少啦，一下兩下三下三下而已，只是咁咧，應該可能我講嘢同埋個畫係有啲 delay 噶，咁因為電腦嘅問題啦，呢個嗰啲連接電腦係有啲問題，咁就係咯，有啲 少少 delay 咁，不過唔成問題啊，我覺得。我哋第一抽咧係抽到呢個 Holic 妹嘅碎片，狼女嘅碎片嘅15個，頭先見到，咁第二抽啦。其實可力都好好用，我都想抽到可力。如果我夠碎片，就應該會開可力噶啦。兩星咋，冇用。呢個火鷹唔知乜呢啲垃圾唔知咩，再續抽第三抽。四下係咩咧？係咩咧？唔好碎片，頂碎片啊！水誒 OK， 我咁 OK 啊，咁我可以突破我個睇下先，我個水元素神啊，我可以突破，係咪啊？睇下先，係咯，突破咯，突破體質啦，就梗係好啦，突破有冇幸運咧？有幸運啊，有運氣石啊，唔錯。好似仲可以突破多次，不過唔突破住啦。仲有10粒石拎添，非常好啊！咁就唔突破住啦。我哋繼續抽先。我哋頭先抽咗4抽，係咪咧？唔記得啦。總之最尾剩翻110多粒石就啱噶啦。120多粒石，好似係，唔知啦，唔記得啦。閃咗幾多下冇數到添。哎呀，抽到呢啲無無聊聊嘅嘢，繼續抽。唔知幾多抽啦，而家已經。又是兩粒，又是閃了兩下，又是碎片啊，咁多碎片的，繼續抽。嗱，佢係下載的啦，我特登咧，佢一開做完新手教學之後咧，佢問你下唔下載噶嘛。特登，如果你特登唔下載咧，你就可以應該係可以知道你係咪會抽到新嘅嘢咯。係啊，新嘅嘢啊，第一次見佢咋。唔知咩嚟啊！不過兩星，唉，冇得下載，即係又係啲碎片啦。碎片係唔使下載，以我所知。唉，冇錯。嗱，我可以突破到嗰個龍王啦，唔錯。其實抽到啱嘅碎片就好咯，抽到唔啱嘅碎片咧，真係喊都無謂啊！唉，又係碎片，唔係又係兩星，唉，真係碎片啦。又係水元素領住咯 ，OK。
繼續。好啦，冷靜啲，直同你冷靜啲。嗱，三下啫，真係閃咗。咁係咩咧？啊，呢個棺材啊，冇乜用嘅棺材，我玩水隊嘅咯，大大。咦？我仲有300粒石 ，OK。即係我抽咗9抽定，唉，又係兩星。我仲要碎片，咦，又係水元素領主。喂，上好啲火噏咧，點解我抽到咁多水元素領主嘅碎片嘅？即係佢想我突破都唔係咁啊，係咪啊？唉，三粒星，又係碎片。唉，劍王。我抽唔抽到一個實體啊！我抽到兩隻實體嘢啫，我只係哇咁多抽，我就抽到兩隻實體嘢啫喎！我要做咩啊？咁錯仔天真啲，係咪咁啊？係咪咁樣玩我啊？佢水元素領主仲可以召喚添，多到咁嘅地步，救命！唉，再抽，我好似仲有3抽到咋，3-4抽，唔知幾多抽咧？咦，四星是咩咧？唔好碎片啦，唔好碎片。咦，雕蟬是咪啊？系咪雕蟬嚟噶？哦，雕蟬啊！嗱，三国嘅人物啊，终于我人生第一只，我唔系人生，我呢个账号第一只三国嘅啊，系我加埋我拆手抽嘅期间，我都系第一次抽三国。我拆手抽過另外抽過唐三藏同埋抽過孫悟空喎，但係佢係西遊嚟噶嘛。好 ，OK 啊，唔錯啊，終於抽到一隻四星啦。哎呀，三星，仲諗住話可以食住個世上添，不過碎片嚟嘅添。咦，星族少女唔錯啊，唔錯啊。其實星族少女 OK 啊，不過我係玩水隊啊，記住。好似最後一抽啦，係咪啊？60啊，唔係最後兩抽。最后两抽嚟啦！哎呀，两星又系碎片，先知诶 OK 嘅，到时可以再储啊。先知系水队，所以我都 OK。最后一抽啦，最后一抽啦，好紧张啊！去确定，诶，佢要下载嘅，究竟系咩咧？三星嘅啫。棺材出嚟啦！棺材，佢系火噏嘅。啊，喺我抽到实体嘅勇者入边，我系两只火啦。咁两只火，一只木，一只暗啦。咁都可以话系火噏嘅，勉强算系火噏啦。咁等我突破上去先，继续将个水元素。耶、突破2啦，個水元素，好嘢好嘢好嘢。咁而家就呢個15抽啦，咁大致上就抽到好多個水元素碎片啦，我就知水元素領主、水元素神嘅碎片啦，咁仲有啲無無聊聊嘅碎片。咁大致上係咁多先啦。咦，咁我有雕蟬，我仲有呢個暗主，暗主係另外抽翻嚟。咁我覺得我都可以升下我哋暗隊啦，開始四星雕蟬唔錯啊，唔錯。咁15抽值唔值得咧？我又冇放過金嘅，所以我暫時覺得 OK 嘅。如果我呢15抽係火金嘅，我就覺得好肉赤咯。唉，算啦，大致上係咁多先啦。咁係啦，最後巡禮啦，巡禮都要講下嘅。嗱，呢個個招待碼11106840嘅，住喺11106840，咁啦就加下個招待啦。咁我就想要呢個孫悟空啦，係咪先？孫悟空啊，50個先至有孫悟空啊，齊。咁我自己都拆緊嘅，我自己都有呢個9個招待啦，而家拆咗。咁就希望可以快啲有孫悟空啦。咁我又希望，如果抽到趙雲嘅話，我就唔需要孫悟空啦。咁下個星期喺呢個水噏啊，應該我唔知啊，我唔知木噏定水噏啦。下個星期
咁如果係水凹嗰陣時候，我應該會再抽多十零抽啦。咁到時就應該貨金，你到時就見到我應該有 VIP 幾 VIP 幾咁樣噶啦。呢、這個位呢、這個位置，咁哎呦，咁到時再抽個啦，到時再見啦。希望到時抽到趙雲啦。咁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